哦，你是说你不在家，你的每日怎么办哦？关我屁事哦！你可以找老居啊。哎，你还记得我们昨天的约定吗？如果你讲那句话，可以不用鼻孔吃毛巾奶奶。可是你觉得用鼻孔吃还比较好？反正这游戏就是打红色血条的怪就好了，管他画面怎样，看到红色血条往那边射就好了。姜子西瓜不是西瓜，地瓜。Hello， 哦呦。而且重点，萝莉它的射程就是你要抬高头，你头要抬高才能射得到，不然你正常射的话还打地板啊。开门！哦，不是这里啊。有没有很好奇什么约定啊？就是只有小鱼愿意用鼻孔吃麻鸡，也不愿意讲两个字。51分了，有没有 GTA 啊？音乐啊？哎，没开麦，一排关麦，看来是今晚的自由时间。哎，没选到了，白痴哦。好啦，泡泡枪我没插，必须完成下个任务。啦啦啦啦啦。
我等你来表演。神圣天堂，神圣天堂。好烦哦！现在有点后悔没有玩那个卡莉。弄死这里啊！感觉有 CWT 有些事情没有做到，哎，前置作业还是什么？我钱也换了啊，然后商品包好了啊，每次都会觉得好像少做了什么事情。然后就把自己搞得很紧张，就忘了这件事情，然后等到摊位上的时候才想起来说，哦，真的做了少做了什么事情，哎，哦，彩虹的欸。还是低能哦。安妞，可以了吧？换下个任务了吧？怎么又是遗失的废墟啊？哎，傻眼呢！开大招！别没下文，我很讨厌跑废墟啊！找路找到快踢笑哎、欸！
那是因为还好我有玩过，所以我还知道废墟要怎么走。挂台，拜拜，拜喽。
拿不到。哈基他马上分开开台，你看一下看什么？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哈基没开始，还没开。OK， 机枪哦，机枪放在上面，我可以放在后面吗？不行。什么游戏啊？我去偷看一下下这是什么游戏。哦，原来这款哦，可以自己组装车子。好了，关掉。我们回来啦，那。等一下，我们可以来下棋了。好了，啊不是啊，你可以带笔电啊，你不是笔电可以玩 LOL 吗？没想到小雨不是笔电可以玩 LOL。啊一、啊三、啊往后滚、啊四、啊七、啊大爆炸，射出去。家了，哦，对吼，我以为是说来台湾嘞，吓死哦！哎，就补签吧，反正你应该没用过补签这个东西吧？好了，我们终于完成了，我们可以去下个地方了。走喽。休息耶。玩这个完全不能聊天啊。哎，那些在打副还在打副本的，我看一下哈，是还在打副本。等一下哦，打副本的，打副本的，打副本的。哎、欸，有没有要下棋啊？干这两个任务绑在一起的啊，也好。什么趁我不在？我现在状况很呛，很累齁。暂时见面。对啊，他们在公会屏打字。好啊，换游戏，反正八点了。拼九五、哦，那看你啊，看你要拼还是要玩啊？哦。
好，我们换游戏。不然，我现在真的没办法专心。快笑哦！没办法，真的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已经连续开台19天了，哎，还要顾惜 WT 哦，还要什么啊？还要微博？想想这样还要持续一年或两年哦。联盟战旗，旗打错了，旗。业绩还没达标，还没哦，现在才三分之二哦。时速达标了啦，业绩还没，观看数还没。战旗开始，战旗确认。看一下小鱼的来下棋分类，更新，蛮很主动啊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没人的话要开始喽。把 ID 塔打在聊天室啊，我来抓。我怎么开到剪片软体啊？别人，我签到了，昨天晚上签到了。哦，我开到 Premium 那个啊，签过了，第七天不是吗？阿艾琳嘞，阿武雀嘞，